29日，李良伟、张铁林、谢婷婷等出席电影《释迦牟尼佛传》首映礼，汪明荃、罗家英夫妇现身支持。最近罗家英在内地入住某酒店时，个人资料被传上微博，隐私遭泄露，引起他的强烈不满，在微博斥责没道德。虽然上传者已经删除微博，不过仍然引发不小讨论。罗家英则表示，能改就是好事。他不算太不开心，这个问题就本来是很小的事啊，在我来说也不算太不开心，但是反映一下也好的，应该让他们那个自己那个去清醒一下啊，以后去改善改善。李良伟最近参与好莱坞电影《变形金刚4》的拍摄，与导演相见恨晚，一直很有心的他更是被导演大赞，角色由保安升级为摩托车车手，炫酷非常。近来有报道称李冰冰片场太酷，有耍大牌之嫌，李良伟则立马为冰冰平反。就我觉得不会的，因为这么多年了，要大牌都不是等到现在了，这现在已经我觉得已经是能够很平常心了。东星娱乐整理报道。